扣轮也扣到出神入化，当然要跟水哥啦。拍片要拍套《二月反掌》，当然要跟阿大力导演啦。每天一个微电影啊，日日开心啊，人又醒啊，头入去啊，跳下绳，搞完笑就再正经。拍戏系要一本正经，仲要不停拍。就唔好听，上咗瘾就会变气精。其实你见到大明星，从前不过系小小星，跟老师水平就会慢慢升。上午去上堂，下午就要爬，教学方法真系过界。香港效率啊又好又快。各位观众读者大家好，今次欢迎收睇《正情时趣》，欢迎你到嚟到现场。大力最近仲做埋校長，作育英才啊，人人讚賞。哎呀，勁啊，勁啊，好嘢啊！你幾多分先？有冇你嘅3% 功力先？啊，你已經合格啦。同埋咧，恭喜你，你已經通過咗我 MD5319。夢想拍電影這個呢幕前招募系統，因為你頭先咧已經喺我面前咧天才表演過。咁雖然你呢就表演嘅時間唔夠一分鐘，但係我可以呢話俾你聽呢，你已經喺九個角色崗位裏面呢贏到一席位啦。即係劉雲山編臣培訓啦，可以。係唔係你已經成為九個角色崗位裏面嘅第九個崗位。咩嚟㗎？即係個最基本個崗位就係騎呢啡。即係你嘅恭喜你，你通過頭先拍攝嗰個片段咧，已經成為我教育片場嘅騎呢啡啦，已經恭喜你啊！恭喜你啊！咁玩笑都係都得嘅，不過又真係口服心服噶。阿李導，你最近唔止做咗校長，仲有條街嚟用你命名嘅，就叫李力遲到。點止啊？點止有李力遲到啊？仲有大力茶餐廳，遲啲仲有大力迎賓館，有大力銀行。只要我想嘅，我就掛個招牌上去就得㗎啦。咁即係其實就冇咩咁好嘢嘅，因為喺內地呢就的而且確呢嗰個空間啊比較大。有時呢你喺香港呢地方咁細嘅，即係你發揮唔到咧，居然可以喺即係內地咧，即係唔知點解，即係機緣巧合我做到咯。所以咧，有時希望在人間。你一人唔掂咧，啲人咧都話你黐線嘅。咦？呢條友拍無厘頭咁樣傻嘅呢條友，邊得㗎？邊個世間上邊有啲咩叫教育片場都冇嘅咩？嚇！但係即係希望在人間。理想努力堅持就係李力持嘅座右銘。咁啱得咁巧，機緣巧合啦，都好感恩啦嚇！即係喺廣州流花中心呢個咁靚嘅場，又已經起好曬，即係好多有規模嘅建築，咁啊好啱做片場嘅。咁啊咁啱得咁巧，食住個勢，咁啊喺七月，咁啊喺好多朋友見證之下，即係同我分享呢個好消息啦。咁啊，但係啊。年青人咧，有啲咧就諗啦，如果我要去學去入行嘅話，喂，你到你嗰個年代容易啦，聽講港產片一個禮拜開三套嘅喎，我正式要成為導演嗰陣時，而家拍就越嚟越容易啦，似乎個機會越嚟越少喎，你點睇？從來機會都係少嘅，即係以前我哋喺亞洲電視做副導演嗰陣時，嗰啲上咗位嘅導演啊，都未幾輕香，台灣叫佢。馬來西亞叫佢，新加坡叫佢，新加坡請佢過去做新加坡電視台啲國家嗰啲導演，哇20,000+波子，一個月，仲要有埋後繩，有埋後繩，有埋公積金，喂，嗰陣時20,000+成50,000都成10皮嘢一個月咯，喂 ATP 嗰陣時參天拱地得10,000+，哇，我嗰陣時心諗。哇！阿媽，點解你唔早生我少少咧？早生我2年，我已經係新加坡公民，有後性啊嘛！咁但係即係機緣巧合嗰樣嘢，即係你唔好唔信咯。喂，你雖然過唔到去新加坡啫，但係你有機會喺嗰個亞視又去到個無線，跟住你咪識到呢啲咯，識到阿星爺，識到阿達哥，識到黃一飛。你點知道原來你後面原來你去咗個電影咩？我都唔知㗎，係嘛？如果去咗新加坡，反而冇咗。係啦，係啦，係啦，好難估，好難估，所以。即係某一樣嘢嘅失敗，或者某一樣嘢，即係我哋老土啲叫做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即係你唔好喺嗰陣時，我直情真係，哇！如果我早出世2年，我過咗新加坡幾嘆咧。
哇，人工又高，有埋後繩，哇，有個監製房坐喺度摁下摁下腳咁啊，一世啊，哇，幾開心啊，係嘛？誒、欸，但係嗰個人生就係、是啊、就係、是、同你講、啊，你唔好咁嚇，你唔好咁樣，嗱、啊，你咁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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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啦，係嘛、嗯？所以誒，同而家嘅後生仔講一講啦，係嘛？即、就、係、是、我嗰陣時就冇諗過，喂，你點解你冇諗買樓咩？一真係一啲都冇諗，你肯定買唔到啦，諗嚟都冇用。唔到你諗啊嘛！你細路仔係為咗你嘅事業嚟去奮鬥啊！啲樓哇乜咁貴嘅啫，打100年工都打唔到，越諗咪賺自己越心灰係咪先？所以我哋唔係諗咩幾時買樓，係喂我點樣出人頭地咧？我點樣喺23歲嗰陣時，喺23歲嘅僆仔裏面，我要拼搏到出嚟咧咁樣。咁我諗。即係喺而家嚟講，我希望呢種叫做正面思維啦，即係唔好一嚟就講，我冇機會啦，俾人封曬路啦，嗰層樓咁貴，我冇希望噶啦，我唔會買到啦。喂，咁你越諗只會越 down 嘅啫喎，係嘛？你一擘大眼咁就係、是，即係個人生嗰個信息就咁負面嘅，即係好難搞嘅喎，係嘛？咁我會建議咩咯？嗱，你眯埋眼嚇，跟住咧我催眠你，你咧係一個雙目失明。冇咗隻腳，冇咗隻手嘅一個雙健人士啊！如果話俾你聽啊，咁諗就會覺得自己幸福。你梗係幸福啦！你擘大眼，你睇下啲報紙，你睇下啲收音機，喺世界各地，有咩地方好得過叫香港？有好多人生活喺水深火熱當中，連一個叫做簡單嘅食水都冇，連簡單一個廁所都可能冇嘅。喂，佢哋係為緊。即係聽日嗰餐同埋後日嗰餐，但係你咧，我諗緊即係下個月就話再下個月究竟去首爾好定去日本好啊？哇，幾幸福啊，係咪先？即係喂，行入去超市就已經可以買到紅酒飲啦，紅酒白酒任得你揀啊！即係咩生活啊？呢啲即係就算係皇帝都冇而家咁好嘅生活咯。所以即係當你攞住你嗰本特區護照。你在世界上面任何地方呢其實現在你都可以有能力去除了去一些叫做首爾啊、台灣啊、日本啊 shopping 之外啊會不會即將自己的視線啊即是放大一點點啊尤其是今年有三個關鍵詞港珠澳大橋高鐵通車大灣區咁我諗作為年青人，即係好應該關注呢三樣嘢，係嘛？即係如果係長進嘅，即係我覺得希望即係呢三樣嘢你都親身去試下。即係咩叫大灣區？咩叫高鐵？有咩咁巴閉？咩港珠澳大橋係咩嚟嘅咧？即係好奇下係嘛？好奇下，因為呢樣嘢都喺你身邊嘅係嘛？即係咁，我覺得即係香港已經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如果在呢些資訊裏面如果你都掌握得不夠快咧，我怕你真的會落後俾人好，咁啊，即係正如阿大力導演所講啦，其實咧，每一個世代都是一個艱難的世代嚟嘅，大家都有大家不同的機遇、梗係啦處境，但是咧，只要你有夢想的話咧，就可以由咧三間課室變成一個咧片場，變成履歷遲到添。所以咧，大家都嚟一齊咧，多謝大力分享經驗。恭賀你片場越做越好，大家一起追逐夢想，電影夢、演員夢、導演夢，一人有一個夢想，千祈不要浪費生命。好。